熊玩具。Hello， 欢迎你们来到小童玩具。哇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迷你特工队的变形蛋玩具，一起来变形吧。首先来变形第一个，黄色。娘娘，黄战士麦克斯。耶！蓝色。蓝特工福特。粉特工露西。红特工赛米。迷你特工队全体到齐，执行任务 ，Let's go！ 麦克斯在巡逻的路上，哎，发现了一个被拆解了的奥特曼。那现在奥特曼就由麦克斯负责进行拼装了，看看能不能组成完整的奥特曼人偶呢？锵锵，奥特曼人偶就拼装完成了，这是我们的泰罗奥特曼。第二位出来巡逻的是我们的赛米，他也遇到了这个情况，遇到了被拆分的奥特曼人偶，进行拼装解救吧。我们的赛文奥特曼，赛罗奥特曼的父亲也成功解救。下一个出来巡逻的是我们的粉特工露西，他也碰到了这个情况，有我们被拆分了的奥特曼人偶，现在进行解救吧。尤斯奥特曼被我们的露西成功解救，我们的福特也出来巡逻了。哇，他怎么也见到了一个被拆分的奥特曼人偶？那我们赶紧解救他吧。我们的奥特曼被拯救了，这是我们的杰克奥特曼，杰克奥特曼成功解救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吧。